各位好，今麦开始上课哈，大家请起立。好，大家请坐。各位台湾民政府同心，大家高早，大家平安。看到真欢喜吼，咱即届高级班的人数，大概拢看到真侪人会当来遮受训吼。啊，毋过我是想讲。咱这是要来了解，就讲台湾最近以来经过七十年，一个物件啦，准讲无去甲注意，会变作啥物款？看到咱台湾古早为日本甲咱管理甲即阵，经过七十年，咱家己要变作啥物人，拢用要袂记哩啊！即个哪参像讲？古早咱咧读到童话故事内底有一个讲，一个国王伊穿新衫，伊总爱敲锤，一直咧锤，锤到讲唔知啥物衫较好看，一直咧锤讲啥物衫较好看，到落尾伊锤到一领上水的，人甲骗讲这领上水，这领吼是世界无比这领较水，但是这领是敢若一种人有看到尔，巧的人才看有，智慧有够的人才看有。国王就每一届拢看到讲，哟，是安怎那巧的人才看有，安那戆的看无。所以呢，真侪百姓、真侪官员开始一个骗过一个，大家拢想讲，敢讲我才戆看无？直到落尾有一个囡仔甲讲啊，这国王无穿衫，啊，这个事实，大家才发现讲，原来咱这个就是。讲骗的，知影讲国王穿这领新的衫是真，其实是无穿。台湾敢无亲像安尼？因为伊用足侪物件甲咱讲的时阵，伊用着真侪图案，用着足侪的讲法，用着中国大中国的模式，甲咱骗第一项就是。台湾偌大，好，伊若咧甲咱讲到宗族的时阵，伊就甲你讲，你敢知你台湾偌大？地图甲拍开了后，看到台湾是伫太平洋，毋知找有啊找无迄个所在。但你若找到了后，你会发现讲，原来台湾是安尼尔尔，足细，根本用要无看，但是。你拢会看到倒位，伫台湾，佮了向西边，佮看落去有一地足大地，树叶啊，迄地古早拢讲迄个做啥物行，秋海棠叶。哦，迄地安尼足大地啊，足好个啊，足水个。哦，咱个我国伊用安尼甲你教育落去了，你怎啊变作讲，我个国家若像遐大就好啊？你个心内开始会想讲，我个国家若遐大地，啊，我就感觉，我感觉真骄傲。我感觉真光荣，所以伊用个模式，甲咱讲，你看，你若要甲我分开，台湾家己细细啊，尔，你会将两面去用吞落去，做下落包，啊，咱大家开始就惊。第二项，伊用着真侪模式，过来用着啥物款的模式？用着讲中国人有较厉害无？我会记你古早。每一届那庆典的日子，吼庆典日子就是讲像十月有无？那十月一到，开始迄车顶摆国旗一直挂，然后就讲，哦，这是闪亮的十月，啊，逐天就是十月10月10号啊去游行，伊用着游行的这种动作，互人知讲，咱敢知道10月10号是啥物日子？哈？哦，双十节吼、哦、是。拄啊十月十日，其实咱咧讲迄天古早，甲咱讲迄个是国庆，即叫国庆日。有个人嘛感觉真欢喜，讲哦国庆日生的人真挑拜呢。哦，有个人迄天10月10号生出来，专改即个红孩的名，甲命名叫做国庆，有无？有。结果死伫倒位，死伫国庆，一个叫蒋国庆。我感觉伊是十月初十生，
我本来用幼的，真正一个10月10号生出来。伊妈妈想讲，我一个囡仔，拄我伫10月10号生出来，我感觉真骄傲。然后甲号名号过一段姓江，叫做江国庆。然后死伫倒位，死伫军中，死伫这个统治者的手。啊，所以人就咧讲讲国庆，死伫国庆日啊。啊，大家听起来感觉讲，哇，阿姐那变安尼。原来因妈妈嘛认为讲，我是遮尼啊爱国家的人，啊爱国家，结果国家敢有甲疼惜，无甲冤枉。尤其冤枉伊拄到迄件代志的时候，咱知江国庆案是啥物代志吼？就是一个伊拄互看到的时阵，伊去发生一个误会，囡仔去用强暴，结果怎死去？啊！大家就是讲，就是伊做诶，江国庆啊，拢无调查，长官诶命令就是讲立即破案。啊，长官吼，因诶军中诶军官就开始想讲，我要用上紧诶速度，我要用上好诶技术，怎较紧甲破案？啊，然后接受人诶媒体交代也好，啊是颁奖也好，啊是讲哦，你看因这军中就是做代志遮尔啊紧，但是拢乌鲁木齐，伊无去调查讲这里。所留下的物件，甲这敢有共款？无共，伊拢无去考虑。是经过18年，伊妈妈呢有财产，顾甲无财产，伊顾甲因爸爸佫死去，结果才发现讲，阿幺生，这是一个冤狱，是一个错误。阿囡仔已经死10几年啊，国防部佫袂见效，讲一句甚物话？阮已经赔1亿外，无你是要佫安怎？啊，你感觉这要安怎处理？伊时阵国防部的部长出来讲：“啊，阮都已经赔1亿啊，安尼敢无够？10几年你敢赚有1亿？我相信这毋是用着金钱来去弥补这个代志。伊是讨一个公道，讲是安怎？我听这个国家，竟然国家伊拢无甲咱听受，所以咱若有子弟咧做兵的时阵，我拢会去想着一句话。”你敢知有一首歌叫做《我爱中华》？大概吼，因为我咧主持这个早点名、晚点名，也是大概咧点名的时阵，拢爱叫阿兵哥唱一首歌叫做《我爱中华》。但是咧唱咧唱的当中，有一个阿兵哥甲我问讲：“我爱中华，啊，中华敢无爱我？”敢那无？中华的那是伫迄边足大，所以伊用着这种模式来讲。造成阶级的区分了后，互咱去变作什么款？变作讲台湾只有互伊一天过一天就好啊。然后你若看到真济国际，会敢讲看到台湾？台湾其实伫日本战后，日本失败了后，伊咪将台湾挂对号。好，咱拢上过课了后，咱上过这法律以后，咱拢知影，咱台湾毋是属于中华民国的。但是有一个马先生，伊讲宣言开头宣言就是条约，条约就是开头宣言。伊用这两个讲法，要甲合合做一伙。伊若安尼讲有效的时阵，宣言若是等于条约，条约若等于宣言。安尼，咱等下转去了后，请唔通袂记哩。驶到路口的时阵，爱开始去话讲，这条街路拢我的。啊，宣言就是条约，啊，迄条就真正你的。啊，若无以为人吼，迄驶到迄头门口有一个福尔摩沙加油站，甲伊讲，我唔惊油漆过，因为这个已经我的啊。啊，你就甲讲，安尼敢有效？好，所以伊用两个混淆落去来讲，互咱的变作开始一天一天。对着台湾甲中国，咱会去欣赏着哦，中国那遐大，中国那遐好。尤其有一个人叫宋姐姐，吼、哦，就是出卖台湾上交文的迄、那个，几啊年前可能死啊，已经死啊啦吼、哦，已经百几岁迄、那个，迄、那个姓宋，我唔知啥名吼。因为当伊向美国咧讲的时阵，伊换着政权，伊甲这个美国人讲。美国甲请教讲，
罗斯福总统甲伊问讲：“你安尼讲改变中华民国，从日本国籍改做中华民国，这个人你要哪解决？”伊讲：“卖插伊，互伊一日过一日就好啊。”伊写出来足明显的，伊用迄个文献记载是讲 ：“day to day live， 就是讲互伊一日过一日，一日过一日，安尼就好啊，拢卖管伊。”请问台湾人若一日过一日，已经过七十年啊，将近要七十年。你若阁继续过落去，你的感受会变啥款？我相信，咱的头壳开始一世人做人的奴才，做奴才阁唔拿劲，阁做甲足欢喜的，这就是看到中国模式。所以有真侪教育内底，咱会通看足侪图片吼。我拄啊伫咱中部迄个一个博物馆，迄嘛咪博物馆，迄叫做省资料馆吼，内底有发现到讲真侪物件，就是咧讲到讲有关台湾的历史内底是啥物，所以我特别甲翕相起来。吼，咱看到迄个图片第一张吼，来咱看迄个图片一下吼，伊用到这个物件叫做台湾光复，吼，这个是藏伫啥物所在？这毋是假哦，这是藏伫。台湾省政府中部，你若有时间去中心新村吼，中心新村迄个所在，你甲看讲，我看到即个讲啊，台湾光复啊，佮有公文来甲伊讲讲，你看这就是台湾光复，台湾光复所发的第一吼接收训令。但是你怎知影全世界，若讲要接受全台湾摕这份出来干着？若真正摕出来，爱摕啥物版的？爱摕英文版的？伊若讲真正是光复节时阵，伊爱将这个文件有原文的物件是根据啥物条约，台湾要光复，但是伊也安尼做出来了后，我看讲安奈佫用着台湾光复节这个物件吼，所以咱来看第二个图片，第二个图片吼，这就是咧写着讲，吼淡水有一个红毛城，伫这个西元1629年，足早哦。但是伊伫头前佫甲写一个年代，明朝崇祯二年，伊甲这两个年佫甲斗做伙时阵，这是咧甲咱讲啥物？你有感觉讲伊将这个明崇祯二年啊，甲西元1629年创建，咱有看到这段吼，唔知你的感想啥物款？就是吼，拄头啊年代迄个所在。代表讲，你的头壳顶红第一个叫做明朝崇祯二年，就是1629年起一个红毛城伫倒位，伫咱台湾。问题，咱想看卖吼，明朝的时阵，台湾是虾米人诶？拢伊无咧甲你管，吼，咱来知影，伊迄毋是属虾米人诶？但是伊安尼落去了后，伊会想讲。明朝的时阵，台湾就是倒位的，就是中国的。不过你若去问中国人，吼问到清朝的人讲，明朝是毋是恁中国人？伊甲你讲毋是。清朝就清朝，明朝就明朝，是安那爱南南做一个。吼，有一个人足厉害，姓蒋吼，伊想讲，迄倒一个朝代，一个朝代，中国所有朝代，伊做一遍拢甲讲，这就是咱中国。总对头到尾5000几年，拢总是咱。不过伊无了解到讲，每一个朝代因是和平斗阵，还是逐工咧相拍？应该是逐工相演吼。无哪有人安尼为一个朝代一个朝代？所以你甲想一个朝代甲一个朝代，应该有讲咱就是拢中国人，咱拢无冤家，咱拢爱大家和平斗阵，有安尼无？无。吼，应该是清朝。迄嘛卖讲，敢若朝代无共款。清朝内底，因所有的斗争，每一个皇帝为顺治皇帝开始，甲落尾溥仪上尾一个，每换一个皇帝，你敢知影？你若去甲调查起来，换一个皇帝爱死几个人？将近40万。因为这个皇帝若换来，所有官员甲伊无拄好个，拢总爱抬掉。不是干呐抬官员尔，连伊个家族、狗族，甲有牵着关系，拢爱抬掉。
啊，所以因台南敢那侪死狗遐共款，拢无甲伊当作是人。啊，所以你讲，这个敢算中国台湾甲中国一点仔关系都无。所以咱阁看后一张吼，这个阁如何笑？这个讲的就是一六二九年的时阵，红毛城就起伫这个所在。啊，你感觉倒位真奇怪？你看着，这个就是红毛城啦，一六二九年起的，吼。 荷兰人来遮西班牙人来遮去，去了后，你有感觉哦？这就是去这个建筑物，啊，去了后，伊倒位唔对，哈？哦，缅甸国旗，啊，对对，伊伫缅甸怎啊甲插一支车轮牌，吼、哦，插落了后，咱会看到讲，哦，路易带，原来当时就这个车轮牌国家。 一六二九年就有啊，所以你甲看讲，这支国旗插伫这个所在，敢对？非常非常唔对，因为一六二九年这个人，这支车轮牌敢有三星，也未吼，拢也未出来，连迄个车轮啊可能都也无咧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你甲看伊安尼怎甲插落去了后，有真侪学生囡仔，我去翕相的时阵，有真侪学生囡仔，伊怎甲迄老师转甲学生囡仔讲？你甲看。 中国的历史五千几年，吼、哦，中华民国五千几年，荷兰甲咱去了后，咱伫迄个时阵就甲插一支车轮牌国旗，代表这个统治权是虾米人的？就是中华民国的。啊，大家囡仔、小朋友，伊就拍手讲：哇，真好！咱的这支车轮牌正尔伟大。 哦，会当伫遐久的年过，都差这个国旗伫迄个面顶，啊，已经差到即阵，你去看也伫咧哦，拢无丢掉。所以这就是红毛城伊个做法吼、哦。后来咱阁看后一张吼，伊个后来这就是咧讲着讲，哦，17世纪西班牙甲荷兰共款，吼、哦，西班牙咧侵略台湾的北部，我请教一个问题。 当遮西班牙来侵犯的时阵，中国敢有出兵来甲伊干涉？那有的时阵，我想这起袂起来，是咪安尼？西班牙若歪去起到福建，还是倒位拢会使去，是安那起到遮的时阵，啊，敢有人来甲讲，哎，袂使，这咪你的哦，无对无？无，所以伊才起到足水的伫这所在。 佮用咱台湾做做贸易中心，啊怎去了后啊实际迄个所在，佮插一支啥物机啊，嘛是佮插一支车轮啊，代表讲拄则迄是模型了，但是这是实际哦，实际所在伊嘛佮插一支车轮啊，摆讲啊，这就是咱的台湾，中华民国的台湾。伫安尼一天一天过了后，你会发现讲。 中华民国就是台湾，台湾就是中华民国。啊，两个一直过去，一直过去，过到落尾，你会怎讲？台湾到底的国家伫倒位？你会发现，咱摕这个中华民国的国籍到底是对啊唔对？你拢袂去想啊？你会认为啊，本来就安尼啊，自古以来就是安尼。好、哦，所以咱去看后一张吼、哦，这是迄个图片吼、哦。 这拢目前伫台湾省政府的资料馆内底拢有吼，来，咱去看下一张。这张先啊特别爱甲翕相起来，伊的标题写着讲高官啊，迄个俸禄吼，拢互日本人咧包办。你听着即句话，你感想什么款？伊讲吼，做大官啊，有足济迄个。 好，好的薪水拢是日本人咧包办，但是我爱声明一句话：，当台湾日本要来接管的时阵，你唔通无相信。我看到一个图片，感觉会感动，就是虾米？咱为两个思考点来思考。第一个思考点就是讲，日本来到台湾，请问？ 有倒一个俘虏去予日本人甲伊强迫，还是予伊中间即种代志感觉发生？听我阿嬷咧讲，迄日本人来管台湾时阵吼，
你安尼四界路去行，拢无要紧，拢袂要紧，因为阿兵哥拄着嘛无要紧，这是一个事实的代志。当因阿兵哥日军来到台湾的时阵，伊看到一个龙井啊，真水，甲伊讲，这是啥物物件？甲伊用问的哦，问讲，请问这是啥物物件？伊讲，迄就是龙井。阿姨甲伊讲。你唔当会唔知会使一寡给我无？我食看卖啊咧。日本的阿兵哥安尼甲伊讨，啊甲伊请教，会使一寡给我，啊怎啊一位互伊安尼，伊另抓怎摕因迄糖甲伊相换，讲啊我再甲你换好无？用交换，你若甲讲卖伊嘛无法道理哦，伊袂使甲你摕。所以呢，看到这种情形，日本敢是一个傲慢？唔是。我听到足济足济历史，拢讲到日本，毛迄拄到讲迄时阵是日本统治吼治理的时代，因为伊的爸爸妈妈拢全伫空袭内底全炸死，啊炸死了后，你知影日本迄时阵拢爱捡水，伊讲我听过阮遐一个已经89岁，伊甲我讲，当伊迄时阵要囡仔时阵。伊感觉讲真无奈，伊个爸母拢死去啊！啊，要捡水，唔知要哪捡，啊，伊嘛去到遐，伊干那甲讲，我爸母拢死去啊！啊，我无法度纳税，啊，要安怎？你知影迄个捡水迄个人怎把迄个囡仔带去内底，怎叫伊摸两包米安尼转去？啊，唔免捡水，这就是咱伫日本，这事实伊讲的。啊，佮日本。你甲看讲日本的教育内底，捌字的差不多几个。我会记哩，那日本吼，甲看起来算算的，听讲迄时阵伊的教育，捌字的拢总达到70%，拢总捌字，拢总捌日语，拢会用沟通，啊会用来讲话。啊是讲日本的阿兵哥，嘛有人甲我讲，当初是因的军法，就是讲你若是共偷摕。吼，因为迄时阵毛一个讲阿兵哥去出操，啊，然后拄到迄个看到人迄往来真水，啊，怎啊嘴大怎啊甲偷慢，啊，慢慢的敢那慢两粒安尼哦，两粒哦，甲偷按两粒安尼尔，然后怎啊甲讲，防护迄个军官知影，甲讲来，恁谁共偷慢往来，伊讲吼，因为吼足嘴大啦，出操啊拢茶拢啉了啊。啊！再共偷按两支，结果伊讲，那日本的阿兵哥，日本的兵啊，共12个，啊，那台湾兵共3个，是安怎因有这个差别？因为伊将台湾这些当地人，伊甲当作讲，因为这是当地伊要看捌，咱的阿兵哥袂使有这些军纪无好，所以伊的处罚特别严。但是咱来看对，反转来看，高山内底遐所有足济足济，我去甲参观的时阵吼，我去遐四界看的时阵，我看到迄个山顶信义乡部落内底，因的学校竟然拢超过100年，足济国小拢超过100年。我讲啊，那100年甲算起来，100年前，这里是啥物所在？这是啥物时代？日本。所以你甲看，伊伫足济高山内底，拢开始有建立学校，嘛有咧教高山一个图片吼。高山内底，高山族因个人伫遐咧教因安那刷牙，教因安那保养牙齿，安那保养讲，啊个然后环境个卫生要安那去做清洁，然后因有阁一个你永远想袂到个，就是迄个霍乱天花。防治中心，拢伫部落内底，较早足济足济，拢总是伫遐咧防治讲，即个传染病袂使安那传染。你若看到国民政府来个到位，吼、哦，国民党因来的时阵，第一就是敢抢，用抢的尔，伊无啥物物件他好你，啊，所以伊若看到你介意的，伊就甲你提走。听讲。迄、那个国民军来到台湾，第二天就发现一个俘虏去互强暴，啊，然后迄拢当作正常。然后听讲因来的时阵，就开始把你的面汤拢摕走，
看伊介意就甲你倒倒掉，啊，就提因兜用。啊，佫无水准甲啥物程度，看到人迄个水道头，奇怪，准的有水。啊，有水的时阵，讲去共偷拔，偷拔哦，啊，拔落了后，怎倒因兜边沿遐找一个坑，就甲挡入去。啊，准讲无水，啊，无水，佫拔当共骂来讲。是安那，你的物件，阮遐那存无水，恁遐那存有水，啊，牙枪就共拍死。伊就看人迄水道头存的有水，共挽水，共偷挽，但是讲哦，这有水袂使倒来恁兜，爱倒来阮兜，啊，就共偷白断。我讲迄种的低落的水准，要安那来通知咱？所以一天一天，咱看到咱的模式。后来，咱阁继续看到后一张吼，啊，那这个人。台中内底有一间大学，叫做逢甲大学。你敢知这个人，伊敢咧抗日？伊无抗日咯，伊真正吼，伊是看到日本来时阵就赶走啊。甲一个叫做邱永福吼，啊，吼人咧讲阿伯浪讲，就是伊日本拍到位，但是咱甲这个邱。邱逢甲，甲当作是一个足优秀的人，讲哦，伊是抗日的英雄。实际上，这个人无半片。吼、哦，咱唔是咧甲伊起笑啦，吼、哦，是认为讲，伊虽然是讲伊的读册真悬，啊，佮民主意识，但是这个物件拢总对着咱无啥物帮助。这个人伫咱台湾根本敢若出小拍尔。吼，实际上你若去甲调查落去，这个人咱拢无啥物，伊对咱台湾无啥物帮助，所以咱看到这个所在，刷来，你会发觉到讲，啊，咱台湾毋着足可怜诶。曾经，咱若想着讲台湾民政府，咱咧一直追究到即阵，是毋是有人甲你讲台湾民政府有可能是假？有可能是甲你骗，有可能是甲你讲安怎？这是一个诈骗集团有无？你来参加咱的台湾民政府的时阵，一定有人甲你讲这，因为我拄作者，大家拢讲迄无可能啦，迄安怎安怎？啊，毋过我甲你讲一个咧，有一个人姓孙，吼、哦，一个人姓孙，伊写到三民主义，三民主义内底。咱敢知三民主义的内容咧写啥物？咱大拢考试考了，啊，就甲放袂记哩。吼、哦，伊就是咧讲到民族主义、民权主义、民生主义。我大概足爱背这种物件，因为这考大学吼，这个科目一定考。然后伊这叫做营养科目。吼、哦，大学拢总考600分，你若三民主义甲摕100分，你就赢人足济啊！啊！大家想讲三民主义拢免读，慢慢理解，都反正啊背背咧吼，啊，就会使去甲人考试，啊，考试若考掉吼，哦，啊，就会使放炮。大家就是安尼想，啊，所以那数学迄较袂晓的人，就较紧迄卖读，迄来读三民主义就好。啊，读读，因为安尼去考，因为这是我的心态，就是安尼。吼、哦，啊，看了后，才知讲。三民主义咧讲的内容，甲孙文所两个提倡的够共款。伊讲民主主义、民族主义、民族主义，伊就是咧写的第一段讲，就是咧追求中国国际地位平等。你听起来感觉真精彩，讲哎呦，民主主义咧追求中国国际地位平等，安尼有好无？真好啊！啊，因为咱拢叫是咱中国人，等于开始讲哦，中国主义就是咧追求中国地位平等的时阵，你无发觉到安尼到位唔对？啊，目前敢无像那迄个平等，还佫用追求的，应该是用着法律讲，我着安尼，你嘛安尼同款啊，那着用中国国际地位平等，所以这有互改过，因为追求平等，这无下。国际地位的平等，敢是用追求的？不是，是照法律来的。第二，民权主义，伊讲咧追求啥物？伊就是咧追求人民的权利平等，中国的权利平等。啊，中国权利
敢无平等？啥那着去追求？啊，过来民生主义就是骨较害。伊咧讲着讲追求，吼、哦，中国人民的民生民生平等，就是讲咱袂使有人为着物质的物件，大家拢爱共款。啊，大家咧讲讲哦，法律之前、法律之前，大家拢平等的时阵，咱看到足侪足侪法律。伫民间有传出一句话，叫做“法律千万条，不如黄金一条”。咱的开始物件就一直走出来，这就是咧甲咱看讲，安尼起来，咱到底是要安怎？咱拢无去发觉伊倒位唔对，所以伫读三民主义，你考试考一百分以后，所带来只是为着吃亏捍卫。曾经我嘛同款啊，我伫读高中的时阵，我就参加三民主义讲师班。我想讲，有一日我若反攻大陆的时阵吼，哦，我就要过来迄边安怎安怎。但是我研究，我去研究的时阵，我问老师讲，老师，咱是三民主义讲师班，一个名称叫做反共研究小组。啊，请问咱们在研究几年啊？吼，老师甲讲，哦，咱研究四十几年啊。好、哦，我迄个年代甲讲研究四十几年啊。我讲啊，研究四十几年，啊，咱是要搁研究几年要反攻大陆？伊讲这无可能吧？啊，无可能，咱那得搁研究。好、哦，所以伊用足侪学生，伊无开始去思考逻辑的概念的时阵，怎改变？伊无去予咱去看到讲，这根本就无可能物件，啊，是要硬个钱落，产生了咱的囡仔，咱的子弟，从此以后拢袂晓思考，根本看到物件，伊就假是讲。啊，是安奈安奈，古早就安奈啊，好，拢用着这种方式。啊，是安奈安奈，啊，古早就安奈啊。这个物件，在咱的囡仔的心中，煞唔敢去幻想，唔敢去想足侪逻辑的物件来问大人。啊，这个代志造成足侪困扰，因为囡仔的思想总是要未经过教育进程，伊是上界自然、上界天真。伫美国。欧美国家因的想法，这种天真，因都爱好继续保留，继续互因用这种人咧讲赤子之心吼，就是互伊安尼继续一直保留去，卖有歪错。啊，毋过咱遮毋是，自囡仔就甲你讲，你敢无感觉大人咧教育囡仔拢偏差足济，连大人就开始甲你骗。吼、哦，咱伫行为当中，比如讲，咱要带一个囡仔去睏。伊拢讲啊，这囡仔甲骗了困，啊困了困，啥那着用骗的？应该是甲讲啊，我来甲陪伊去困就好啊。尤其我伫囡仔时代，嘛发现足济足济无拄好的代志，因为唔但是我太高怪，我因讲我伫阮囡仔时阵砖头是真出名，我唔是真歹，啊毋过大拢讲我真真，啊迄、那个真是变作啥物款的真，因为。囡仔袂使伤好奇，吼、哦，比如讲，我会记哩，伫阮庄头发生一件足，哦，迄那伫庄头算大代志啊，就是有一粒石头，放伫阮的门口，迄山头啊，一个门口就冻嘞，啊冻嘞，大家出入拢足无利便嘞，连牛车要驶入都袂当过，啊，我就想讲，问足侪大人，我问差不多一百个大人，甲讲。奇怪，啊！咱若牛车条甲搬走，牛车驶入咱咧搬米，是毋是加足方便呢？真侪人拢甲我讲，迄念吼，喂，恁阿公、阿公、阿公、阿公，都待到即阵啊，无法度尿。阿公啊，迄待偌深？哦，迄吼，足深、足深、足深。安尼，啊，我问大家，大拢安尼甲回答。啊，迄当时待伫遮，就你个阿公、阿公、阿公就待啊。啊，我就想讲，哦，啊，待遐久啊，啊，足深的，讲嘿，足深的，尿袂起来，就是因为安尼，我才要发挥我的公德心吼，我想我来甲尿看咧，结果我两礼拜迄粒石头去往淹倒去，淹倒去吼，我想讲，规身头应该会甲我拍破啊，会甲我扳墙，结果第一日去用骂了，哦，夭寿死囡仔，遐真的，你粒石头几百年你都甲淹掉。啊！结果发生足侪无拄好的代志，迄粒石头一按倒了后，过无外久，讲一个因妈妈怀孕，
啊，全闹天，讲我甲烟酒头，伊才闹天。吼、哦，啊，一个讲，因兜底下生出来烂烂，我毋捌看过底下是安奈烂烂。伊讲啊，就是迄粒石头甲淹掉伊的底下才烂烂。啊，这个如何笑？一个啉酒醉去，互火车弄着。阿妈讲我是我淹迄粒石头，才导致伊去。我讲无可能吧？迄粒石头的位置，甲迄个铁架路位置差偌远？那有可能讲我淹迄粒石头啊？离差不多几百公尺的，迄唔啦几百，超两公里。我迄个砖头离着铁架路超两公里，安尼敢会影响？唔是迄粒石头的关系吧？啊，所以伫遐一工一工，哦，我差不多，逐工就去用骂，逐工就去用讲啊，这个囡仔吼，无效啦，干遐真。啊，尤其大人咧讲的话吼，我是有当时啊嘛足奇怪，因为唔是我感觉想起来，有当时啊家己想起来吼，会感觉讲是因唔对才对吧？因为较早做田的人，因的讲话拢足夸大，吼，讲话夸大吼，互你导致讲你唔知变来去思考。因为我只是真直接的想法，我遐足侪遐做田的人转来啊，大概拢咧碰风讲，哦，我较早吼，我艰苦，我安怎时阵，吼，伊就迄个讲着讲，哦，迄一届吼。明仔载要做风台，我将阮迄地瓦甲挂起来，两天以来将地瓦挂了，我一个人拢甲搬倒来甲厝，囥好好。哦，啊，大家迄时风台拢请无工，伊就家己佫讲一句形容词，足奇怪。你熬就熬，伊讲我看到阮的地瓦无人要搬的时阵，伊讲一句话足好笑的，伊讲啊，我就啥物话？LP 定咧吼，伊讲难拍定咧吼，我总遐搬那个搬倒来，足牛的。啊，我就开始想讲奇怪，搬袂倒来啊，啥定迄度好？我就开始想讲奇怪，啊，你若搬袂倒来，啊，有一届，佫拄着啊，佫过袂偌久，伊佫开始咧嫌啊，讲啊，今年请无工，啊，毋知要安怎？我甲建议哦，我甲讲，顶年一阵啊，你讲啊，你哪摆佫定一届？伊怎牙叉起来甲讲，讲个啥物话？因为我感觉我是甲良心的建议讲，你顶回吼搬袂倒来时阵讲，我难怕电咧就会杀你啊，就会产生像迄个大力水手食着菠菜同款。啊，我甲讲，啊你哪摆佫电一届，佫电咧就好啊嘛。啊，伊就讲我这囡仔吼超工你毋知咧创啥？啊，其实这毋是啦吼，这是直接的想法。我讲。啊，所以这个物件我嘛想足久，是安那定起那有效？好，啊那查某要安怎？好，这就是伫这种教育体制内底，咱囡仔无自由的幻想。刷来，咱开始看到遮足济代志以后，咱就爱开始觉醒。我第一届听到日本，哈，咱看到。后边的图片吼，来，咱去看迄个后面开始，哦，这就是联合吼，伊将这讲国民革命甲台湾，根本台湾唔是用革命啦吼，这是对着咱中国开始讲哦，伊推动真济时阵，但是伊所推动拢是包括拢对中国去，对咱这一点啊帮衬都无。好，咱看后边吼。想不要啊！对日宣战，伊讲这是虾米人对日宣战？中华民国对不？咱拢会想讲是咪蒋介石对日宣战？但是伊甲咱骗的时阵，我甲看讲，迄对日宣战的人是虾米人？是林森呢？我那咪蒋中正，我伊迄刚刚遐写一个林森主席伊对日宣战啊，所以甲蒋介石嘛无关系。啊，毋过这个人我都唔捌哩。吼、哦，这嘛是甲咱对咱的开始，互咱甲咱骗的所在吼。啊，过来咱后一张看到，好、哦，这个、铃声都这样放大。好、哦，迄阵行政院长这是蒋中正，啊，那真正是铃声，伊是对日，伊是叫做主席，伊是对日宣战的对象。但是咱看到拢总甲这无关系，咱拢叫是讲哦，蒋介石真厉害，吼、哦，八年抗战我勇敢，我勇敢，啊，其实。
那甲伊无关，吼、哦，伊是行政院长尔尔。好、哦，啊，咱阁看后一张落去。好、哦，这就是政令，就是国民，哈、哦，迄、那个国民政府训令。这就是咧讲讲，伊用这个命令一直甲咱一届过一届，甲咱讲恁着安怎安怎安怎，渐渐咧甲咱教育讲，你爱知影讲，咱就是变作中华民国的人。好、哦，啊，阁后一张落去。好，下一张。好、哦，来，我今仔讲到这个物件哈，咱甲看伊这个雕像，今仔日就是要为者来甲大家讲到，咱是咪爱精神啊？我相信你看到伊这个面，伊这个人是啥物人？是白人啊，黑人？是白人啊，黑人？迄看伊是石头白石头所做的。黑人，啊！我现在要用这张图片来给大家做咱开始精神觉醒的起点。我拄第一届，这是9月8号，我去到美国，就是咱民政府去美国开迄个酒会所翕当的相。特别遐风景，迄拢我拢无提出，我就独独看到这张。这张伊是安那手咧要擦呢？伊个身份是一个黑人，伊这个黑人内底，就是为着黑人咧竞争。伊啊写着讲，大家拢看讲，哦，这粒石头袂歹，吼、哦，这粒石头安尼甲刻一个人，这艺术品真水。但是我看到因美国咧做导览的时阵，因喺美国做者。小朋友啊，老师拢唔是看头前，大家拢看头前啊。但是我看足侪囡仔拢对后边呢，安尼写，我讲奇怪，好嘅物件敢藏喺后边？原来唔是，伊是咧写这个人嘅故事。啊，我才对去后边看，才知讲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这个黑人，伊原本看到美国嘅社会内底，伊发现真侪无公平，伊讲。在美国的法律里面，黑人看到白人要闪开，你感觉这个有道理？黑人看到美国的白人，吼、哦，要闪开，啊，闪开了后，那在法院咧告的时阵，因为伊是一个人权律师，当初时伊真勇敢向大家讲，讲咱黑人嘛是人，袂使哩安尼，所以。伊真勉真勇敢向遐黑人讲讲，你若拄到法律的问题，我拢免费替你拍官司。啊，你有看到伊的手啥拢叉呢？吼、哦，比迄个姿势，因为伊伫遐讲，伫医药的改革的进程，美国人那咧判决黑人的时阵，黑人爱安怎？爱哭咧。比如讲。你要告美国人、黑人，要告美国人，要告迄个白人的时阵，这个黑人爱哭咧，吼、哦、爱哭，咪伊啊哭咧，啊迄个人啊白人徛咧，不管你是原告还是被告，反正你那黑人就是哭咧，嘿，就是咧甲你讲起来侮辱，啊，但是伊这个律师就抗争讲，袂使哩。你嘛是人，我嘛是人，谁那因用苦嘞，我用徛嘞，所以伊去律师去命去法院开庭的时阵，伊怎手拢叉呢？比这个姿势，伊讲伫咱美国内底，所有的人拢是平等。伊甲美国法官讲一句讲，伫林肯总统解放黑人的时阵，伫美国的本土内底，所有的人拢平等啊。都无人管个家，是安怎？咱所做出来物件，还佫同款，我是爱哭嘞。所以，伊经过一届抗争了后，你敢知伊咧抗争的时阵偌困难？伊拄到的问题是啥物？第一，遐个一寡佮伊做伙的黑人拢佮伊讲，同款拢是黑皮肤的人，拢佮伊讲啊，无可能啦，嘿吼，白人较优秀，咱莫安尼啦。但是伊无放弃，伊真勇敢，一直拼落去了后，伊用着法令一直告，告到落尾。好、哦，咱看后一张，诶时阵吼，啊，这就是
你有看到这是阮三个吼，阮比的姿势啦。因为这是代表咱民政府甲中华民国咧对抗的时阵，爱共款甲伊共款勇敢。所以伊迄粒石头，咱就看后壁佫一粒石头。吼，这个石头内底后壁佫一粒。你若看到全景的时阵，伊是用一粒石头甲切作三块，从迄个砖甲塞出来。这个意义代表什么？伊讲，伊本来是一粒石头的时阵，迄个困难度像石头遮顶，但是因为伊的勇敢，伊的才捌带领着黑人为真困难怎塞出来，吼、哦，伊就是咧突破现有的传统。伊后壁怎个塞出来头前，就是讲，阮这个努力是对真困难当中安尼塞出来，互因去发觉着讲，真正无简单。各位，台湾民政府这所有的同心，咱面对的环境是毋是甲即阵共款？咱若像伫困伫内底，困伫石头内底，但是咱若有伊的思想，我相信咱会当为石头安尼杀出来，突破即种无平等的阶级。所以伫遮，咱看到伊即个图像内底，咱开始要去思考。是安怎？因迄个美国国家，咱会当看到伊会当安尼出来。我将这个图片捌摕予咱国内内底小学生囡仔、国中、国小，嘛足侪学生囡仔摕予因看。我甲讲，因是黑人，因当时是安怎防侮辱，安怎防安怎安怎？恁敢知影讲咱的？台湾囡仔，伊讲一句啥物话？伊讲一句讲：“哦，好佳哉，我毋是黑人。”伊讲安尼时阵，我感觉听了真艰苦，因为你毋是黑人，但是咱是啥物人？咱的皮肤会色。有一日，你若去到美国，你赶快互糟蹋。是安怎？伫美国迄个国家，伊拢会甲你问一句话。伊若看到日本人，我会记哩，伫美国的餐厅内底，你若去食饭的时阵，伫早差不多二十年前，你若去因的餐厅，你会感觉足奇怪，因的餐厅拢有分一个区域，叫做 A 区甲一个 B 区 ，A 甲 B。A 区就是要予白种人入去的 ，B 区要予啥物人？黑人甲黄种的那几种人，就甲咱同款。但是足奇怪，日本人入去啥物区？A 区，吼、哦，咱看到即种奇怪啊！日本人，哎，咱看下敢无像日本人？咱甲日本，我若甲日本朋友徛做伙，你敢会看出讲我是日本人，还是伊是日本人？甚至讲咱若阁用语言、用日语甲讲，伊会当作咱是日本人。啊，毋过咱迄个心一定会真艰苦，讲啊，平平看起来都拢同款，啊，是安那哪会分安呢？所以。伫遮就是咧讲，真正的民主人权是爱家己去争取。伫咱台湾，真侪人已经无毋知讲这个人权的普世价值是啥物。伊认为安尼被糟蹋是正常。伊认为讲我若是安尼继续落去，我感觉无啥，反正同款啊。我会记哩，咧考咱的公务机关的时阵。拢总，咱的机会是偌济？台湾囡仔甲中国人都无共款。台湾囡仔是36个扣一个，咱敢知这个条理？吼、哦，迄是因为我去问人的时阵，我感觉讲奇怪，这个成绩都足肉卡，安奈入来，奈入来才受训。啊，结果甲问讲，哎、欸，请问你怎么可以进来这边？吼、哦，你奈使入来？伊甲我讲一句讲，我是湖南代表啊。讲哦安尼哦，你呢？我觉得你考试成绩我除以2嘛赢你，啊，啥你来再来？伊讲我是广东代表啊，啊，结果每一个拢有代表的时阵，啊，结果台湾囡仔才36个扣一个。我迄阵嘛想足济讲，啊，你广东代表，你哪会等于恁的广东？啊，你湖南等于湖南啊，那伫咱遮，原来
这个无平等是咱拢唔知影，咱嘛习惯啊。上惊就是讲，咱将这个习惯当作是正常的时阵，咱一世人都拢台湾永远都互趁钱甲人讲解开，这就是咱惊所爱惊醒的所在。啊，所以我看到像日本，吼、哦，咱伫内底，我先伫遮先甲大家欣赏吼，啊，这个所在吼，你看到这张的相片，伊后壁是咪为石头安尼造出来？这个就是互我原底也唔知的时阵，无感觉伊的感动伫倒位，但是我看到这个时阵，我才知影讲，原来伊这是咧讲，伊这粒石头那个塞入是拄好一粒。好，拄好一粒石头，啊！伊为安尼造出来，就是代表讲，伊所面对的环境、所面对的困难，我相信比咱即卖民政府加超一百倍。因为因迄时阵，那咧推行的时阵，可能会去互拍，好，啊嘛，凡事去互罚钱，啊是讲去用用枪啊弹死。但是咱即卖开始表达的时阵，咱有产生啥物状况？咱的生命敢有拄着危险？无。咱的生命感觉真好，咱的生命阁真安全啊！有的人，人讲啊，咱着来关心咱的国家。伊甲你讲啊，我无适合插政治。伊用这种态度的时阵，咱会看到讲，哎、啊，唔是这台湾的政治，台湾的出路，唔是干那我一个人去拼就好呢？是你啊，甲我同齐哦，这是你的责任，这是嘛是你的义务，是安那那会变作是我一个？吼、哦，啊唔过。在咱遮无灰心的时阵，咱就是爱一直去努力，像甲这同款。因为有一日，咱嘛想要像这粒石头安尼同款，对石头中安尼杀出来，这就是咱成功迄天。所以我看到咱台湾的种种作者教育的时阵，有发现咱用真济无同款的物件来教育咱的小朋友，将来在咱的音乐课本内底。拢唔捌听过，咱的课本所教的歌曲，拢总是咧讲到倒位，讲到迄边。所有的歌曲内底，那优良的歌曲、优良儿歌，拢总是咧讲到迄边。请问你敢捌唱过真正台湾民谣？台湾民谣蛮作侪作水的。我会记哩，我看到早期黄昏的故乡。新闻局甲讲，迄禁唱，迄袂使唱，因为吼、哦、唱了，大家拢想要转去。啊，迄有叛变之嫌，啊，就怎甲冻掉。啊，有作者迄波破网，伊讲这首歌嘛太哀怨，哀怨啊嘛袂使唱，禁掉。伫台湾作者真水嘅歌曲，拢去用禁掉，包括一个美丽岛，吼、哦，迄首歌是作曲出来了后，美丽岛啊，迄个美丽岛歌词对头甲尾，伊讲迄个产生暴力。我看看讲奇怪，一首歌叫做《美丽岛》，迄首歌乃变作暴力。原来我才看到伊内底歌词内底上暴力是啥物？水牛。哈、哦，伊内底歌词内底上介暴力的就是水牛。水牛会讲荡，安尼上暴力。其他，哈、哦。拢无法度看出讲伊个暴力个所在伫呾，因为伊伫后壁内底，伊一直讲着讲，即就是咱个台湾迄首《美丽岛》个歌曲，伊讲即就是咱个台湾，咱个台湾内底有稻米、水牛，啊，佮迄个玉兰花、玉兰花，即三种。当你看到台湾有即三种物件，你无去感觉伊是外好，啊，毋过当有一日。你若互我有眼光来看到咱台湾有这三项，你会看到真感动，讲哦，有台湾有这個，啊，咱那拢唔知，咱那拢未记哩。所以，我伫遮要欣赏一首日本因安那教育因的囡仔，因的囡仔伫国小课本内底第一首，为一年啊，哈、哦，一年级的国小一年级第一首歌就是教这首，叫做《故乡葫芦沙洞》。好、哦，咱听迄首，你看因咧唱的，迄是 NHK 的小朋友演唱吼、哦。好，继续。朝焼け色の空に
首歌曲吼，是日本 NHK 咧唱的时阵，伊讲因这是国小都敢教的歌，一年级。当因咧唱的当中，我拢会发觉到讲，是安那咱的囡仔拢不爱唱这种歌曲。咱的囡仔为三岁开始，我就看因咧唱歌，我感觉足艰苦的。我大概拢甲伊问讲，啊，你要唱什么歌？我看到一个三岁的囡仔，就甲我讲，我也要唱第三杯酒。三岁呢，我讲啊，你过会晓唱啥？啊，伊真啊对人走。我讲哦，安尼哦，啊，过来嘞，归去刷刷去。我拢这种歌曲，我讲啊，你哪会晓这歌？啊，伊讲我多啊，就是我嘛无敢问啦吼，只是感觉讲，啥啦，咱普遍会晓唱的歌，囡仔拢总是迄种歌曲。第二呢，小朋友过较大汉，伊开始所唱的歌拢足奇怪。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，伊咧讲故乡，哈、哦，伫咱国小课本内底嘛，甲咱教一首《万里长城万里长》，哈、哦，迄故乡伫倒位，就是迄边。我问过阮的爸爸讲，爸爸，你敢捌去万里长城迄边？伊讲唔捌。啊，我问阿公敢捌？伊讲唔捌。阿祖咧唔捌，祖太咧唔捌。啊，是安那迄边，那咱的故乡。吼、哦，伊讲长城外边是故乡，我听了足奇怪。伊日本这首歌曲，伊讲故乡就是倒位。伊讲那手牵手，疼惜的时阵，这就是咱的故乡。伫后边歌词内底又描写着讲，故乡是你的故乡，伫我的故乡是咱大家心内，吼、哦，可可罗哇。葫芦沙岛就是讲，这个所在，你的心呐，伫遮，遮就是你的故乡。这句话，我相信会当帮助咱真侪角色。伫台湾，咱的心呐，伫遮，遮就是咱的故乡，唔是伫迄边。这是请咱大家一定爱注意吼，因为我真歹去讲到讲，迄边就是大陆，迄跟咱无关系。大陆的定义是像美国，啊，甲这个夏威夷。夏威夷的人哪里讲到讲哦，阮的大陆就是咧讲到美国迄边，因为因是共一体，但是咱甲伊无共。咱的故乡是伫心，你若伫台湾，台湾就是咱的故乡。咱的故乡就是需要手牵手。伊讲伫臃肿吼，伫艰苦当中，咱会当拄到强壮的日子。吼、哦，伊的歌词拢安尼写，伊讲咱虽然经过真艰苦，咱会。真光强的日子，咱虽然有拄到落雨，但是落雨了一定有迄个晴吼、彩虹会走出来。这就是咧，甲咱描写讲，这就是咱的故乡啦。咱的故乡是咱的安慰，所以这就是咱大家彼此爱打拼努力的所在。今天甲大家分享到这，谢谢大家。各位同学，请起立。讲。好，空休混找黄金。那个，请卢习焕还有张顺凯两位先生，请到楼下办公室找工作人员，谢谢。